当时在正巧让组长看那个鳄鱼龟的，还有鳄鱼龟，一定有这里面是吧？收上来啥？个头不大，好小一个。哎哎，你好。要鱼塘吗？鱼塘，你家有鱼塘啊？有啊。鱼大不？鱼多不？多。放那个地笼，放那鳄鱼龟。放地笼放的鳄鱼龟，还有这种鱼塘？甲鱼也很多。那带我去看一下了，远不？老甲鱼塘。老甲鱼塘。哎，你这个好。好，那鱼塘甲鱼塘什么时候建的？九几年吗？哦，大哥你在干嘛？捞瓢喂鱼。哎呀，鱼养大了卖给我是吧？你看，生意一个接一个。这边好多鱼塘哦，这个嘛，哎呦，鱼墙壁都倒掉了。哦，倒掉好多了。你说，你刚跟我讲。下地笼下到鳄鱼龟多大的啊？鳄鱼龟这么大，鳄鱼龟吗？七八斤的鳄鱼龟个头挺大了。你养过鳄鱼龟吗？没有，没养过。就是还甲鱼龟有很多。哦，鱼大概有多少？鱼差不多有160-170斤吧。160-170斤，咋卖了？啊，这个包给我还是按斤称？包给你。包给我，跟刚刚那个鱼塘一样。我就是反正这个价钱差不多就可以了。你心里有价位不？2000-2200差不多吧。2200，反正我不会让你们亏本。问题是我不是觉得贵哦，150-160斤鱼，我是觉得有点便宜哦。你说真有那么多鱼是吧？应该这鱼的话就值个1700-1800，你说我随便。反正我也没这个死了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你的意思如果没死就有150-160斤，如果死了可能就没有。哦，这还差不多。我说我有这么多鱼哦，你像你说还装到过鳄鱼龟的鱼塘，你说2200包给我，太便宜了咯。上次在这里搞那个竹子，还看到一个鳄鱼龟的头，还有鳄鱼龟，一定有这里面是吧？这里面一定有。阿杰，我这鱼塘我都绝对是不好意思还价的。早一段时间我亏的有点多，我说我一定要多少多多少少200-300也还一点。这个鱼塘咱一点都还不了啊，就2200块钱。那个可以放水吗？放的。抽水。那个鱼塘搞完我就马上搞。那个钱的话要不我就明天过来给你。好，可以。好，我先把那鱼塘整完。兄弟们，2200块钱就包下了我身后这个鱼塘。鱼的话不出意外哦，没有死掉的话150-160斤是有的。再加上咱的大哥说自己装地笼就装过8斤左右的鳄鱼龟，而且放瓢的时候还发现一个鳄鱼龟的头。我感觉我得怎么样都是赚的。马上抽水看里面到底多少货。哪个是裤衩子啊？裤衩子，快点，咱的老粉丝铁粉要问一下谁是裤衩子。来来，他是裤衩子。你就是帮你开挖机的是吧？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他以前哦，他就是开挖机的。这几年他不是好多人工钱不给干嘛的，老板，然后他就没开了。就有现在哦，就是家里有些小活，他就去干。没事的时候就跟着我来帮我干干活。250块钱一天，他值这个工钱不？啊，我很大方，我很大方啊，没有了，宣传你，这就到处宣传我呀，这是你人品好，我的大伯教了40年书，教了40年书啊，那个文才叔是你学生啦、啊？哎呀，文才叔都是，这位奶奶已经75岁了，是一位从事了40年的人民教师。说非常喜欢看我们的视频，看到我们帮助那些村里老人，他很是感动。今天得知我们在这里干鱼塘，也是特意赶过来看我们抓鱼。我家这个里面有整条大鱼给你吃了，他们说有7-8，要，感谢。哎呦，感谢。哎，你们是要买鱼是吧？啊，都要买鱼啊！全袋子都拿好了，一起都没有多少条，那怎么办？那等下抓上来先给谁啊？谁先来给谁啊？那都说先来的哟。我看好多人都拿了袋子准备买鱼，反正不是准备下去抢鱼的，应该是准备买鱼的。那就先把抓上来吧，看到底有多少了。哎，小胡，咱这个里面就这几条鱼哦。他们就已经盯好了，哪两条更大，哪几条更大，都准备已经要走了。哪两条更大？先上个白鲢。这白鲢哦，它有一个特点，
被渔网一拉，身上就会变红，然后一缺水就翻过来。这个底板有点硬，但是力气有点大。喂，6斤多，来，第一条。哎，打头。喂。来。2斤多，颜色是很漂亮。哎，想买鱼的都要买鱼，不知道啥时候走漏的消息。这泥巴太干了，根本没法按。哎，你说淤泥深了不是好事，淤泥浅了也不是好事，鱼都不好逮。来来来，这条可以。嘿，这条鲤鱼漂亮哎！啊，这什么鲤鱼？哎，鲤鱼漂亮啊、哦！公的，长长的，一只公的。哦呦，这个鱼塘下面哦，应该是以前干过的时候被很毒很大的太阳晒过，一条一条晒的全是那种裂缝，好难走。哎，哪个？这个他当时插那个增氧机的，以前应该鱼放的多，怕缺氧。当然我出这么高的价格，说实话就是冲着这玩意了。你想一下，一个鱼塘能放增氧机，里面的密度肯定挺大的。是啊。没想到草鱼这么少。这条大，8斤左右。哎，喂，哎，你换个桶，咱提不动了。有多少斤啊？你觉得？100多有吧？小姨妈抓不住这草鱼，这草鱼特能钻。抓住了。100斤不知道呗，条数很多，个头不大。还有最后一条。哎，这里还有两个。这鱼差不多了，不差不多也不行了，你看。全下来了。下来了。对，其实他们都挺好的。我们这边以前的风俗都是堂主自己家抓鱼的话，把大鱼逮了，细鱼、鲤鱼、杂鱼这些分给村里的人，全村吃鱼。你看大家都是等我们抓的差不多，好，这里去抓哈，不好走啊这里啊。阿姨，你拿这么大的网捞到鱼了不？捞到。呀，厉害。摸到鲫鱼了吗阿姨？没有鱼啊，还是空军呢、啊、叔你捞到鱼了不？我看一下捞到了没有。哎呀，小餐条啊，小鲫鱼。没抓到鱼啊？没有鱼吗？不是吧，这里面小鲫鱼都没有啊。你怎么了？我看看，抓到一个鲫鱼。哟，就抓了一条鲫鱼啊？就是一个。嗯，但还蛮大的。老年没有鱼啊？你抓到了吗？爷爷没有，你看我看看，没抓到，没有抓到。哎呀，呀，又抓了一条，这个太小了。那你抓鱼还得很厉害呀、啊！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有抓鱼的好手？年轻人很会抓鱼啊！年轻人很会抓鱼，好像有。一人抓鱼，全村开心。兄弟们，小时候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咱把鱼塘包下来，剩下的一些鲫鱼、鲤鱼、杂鱼，留给村里的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去抓哈。我看到他们抓到一两个鲫鱼，稍微大一点的，3个手指头大的鲫鱼鲤鱼哦，那种笑容哦，太开心了。说实话，咱看到这种感觉哈、哦，也特别开心。2200块钱包下来的鱼塘，鱼全部在这里。今天好多朋友想买，估计咱拉不到县城里面去了，在这边便宜点卖给他们吧，让他们没有些人没有下去抢鱼，想买鱼的也让他们参与一下，看能卖多少钱。今天要卖个便宜点，8-9块卖给他们，走。
咱旁边捞一圈吧，看能不能整点意外出来。小龙虾一个没什么用啊，个头挺大的，很老的啊。哎，这声音好像，应该是。哎，来了，哟，两只吧，啊，还有一只鲶鱼，三角鱼。哎，这只躲得好深，不大，个头不大。哎，哎呦，还可以哦，两斤多，两斤多一个。像这种户外的哈，百来块钱是值得的，两三百块钱。漂亮。啊，那个鳄鱼龟我怎么没看到啊？我也还没看到啊，不知道真假哟。黄黄的鳄龟，说啥来啥？鳄龟个头不大，好小一个。这屁股应该，屁股来，真有真有真有。哇！应该是退水跑进去的。没有，还好小就是，不怎么之前这么小的。之前。哎。那是多少呀？这个几斤呢？五斤六斤。哎，鳄龟，那个堂主说他上次装地笼装了一个。贵呀，一百多块钱。这个才值一百多块钱。鳄鱼贵才一百多块钱。对啊，那三十块钱一斤算了。还不上甲鱼。对。哎呦。啥？这里不像哎，都倒掉了，看不出来。哪里？哪里动了？那里面。哎呦，好深一个，好深一个，一个窝。我也看到了。哎，嘿，第二只，又来一只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这只大。八九斤，两百多块钱。你这水越冲越死了。这个大一些，尾巴断掉了，小时候被咬掉了。还真有啊，它个头不大。他装的应该也是这么大。不好看好哈，我再用锄头，不怎么好整。有东西吧？没了，两个鳄龟，两个甲鱼，500、600、700、800、900来块钱。兄弟们，2200块包下的鱼塘，咱的鳄龟跟甲鱼上了900块钱。你们猜一下，我刚刚抓的那些鱼卖了多少钱？这个鱼塘总共算下来，4亏还是赚？